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，希望2011年各位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。带着这种喜悦的心情呢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个小品，名字叫做《心甘情愿》。亲爱的全国的父老乡亲们，郭冬临给大家拜年了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，我还是我妈的好宝宝。我妈说啥就是啥，但有时候也让人受不了。老太太勤俭持家一辈子了，那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。但是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添了个毛病，爱占小便宜，什么打折呀、免费赠送啊，看上就往上冲，拦都拦不住。但是大过年呢，我不想惹我妈生气，我永远是我妈的好宝宝。你是谁的好宝宝？亲爱的，你回来了，我是你的。我不管你是谁的，我是你的。讨厌。来来来，快坐快坐。哎，妈买的那个电饭锅送的什么小电器你都拿回来了？什么拿回来了？这是我上超市买的。哎，不是说免费赠送吗？你少跟我提免费赠送啊，都是骗人的，我在那儿白等了一下午。哎呦，我累的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给按按。哎呀，亲爱的，我发现娶了你之后我真是烧了高香了，我们家祖宗那个坟头上啊，浓烟滚滚，火冒三丈。你少骗了王弟。哎，郭子啊，妈买的那个电饭锅好用吗？太好用了，今天中午我焖了一锅饭，把饭没熟，电线熟了，啪一下全楼干没电。怪不得呢，刚刚我在楼下碰见王大爷，他看见我一把拉住我的手对我说，姑娘，下次你老公做饭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，我们把蜡点上。这老太太也不知道怎么，你记不记得去年咱们家楼下小卖部搞活动，买一箱洗面奶送五箱洗发水，老太太把洗发水全领回来，她不用，妈看把我洗的。把我们用。行了，少说两句吧。老公、啊、我琢磨着吧，咱这事儿得跟妈说清楚。行了，她那么大岁数，大过年的，你跟她添什么乱？你不是让她上火吗？那总不能眼瞅着妈上当吧。儿子。妈。哎，千万别说漏了。免费赠送的那些小家电都领回来了，领回来了、啊、妈，你儿媳妇太够意思了，你看。哎呦，我这些得值100多块吧。160。哎，你咋知道那么准呢？我上超市啊。什么超市？什么超市？什么超市啊？不是，是他太聪明了，他上超市、啊、他把这些小标签拿去对，加起来一共160。哦，哎呀，你花200块钱买一电饭锅，就送160块钱的小家电，太划算了。哎，电饭锅好用吧？好用，一用这锅全楼都懵了。对什么懵了？什么懵了？是已经下就懵了吗？他说那个电饭锅不是吗、啊、你放上米，兑上水，完了这一蒸饭，那个香味儿，全楼人都熏懵了。妈，你太厉害了。厉害吧？嗯，看看妈今天的战利品。嗯，这什么？哎呀，存上300块钱呐，就免费送一个手机，还带500块钱话费呢。骗人的吧？说啥呢，妈都这岁数了，谁还能骗得了我呀？对，太难了。不是，再说了，手机在这儿吗？是。哎，不行，我给你打一个啊。不用妈，不用打，我知道，我了解他。哎，不行，必须得打，省得他以为我老糊涂。喂，欠话费啊？哟，咋回事啊？不欠才怪呢。真是不欠才怪呢。妈，不是他，你那个这个刚开通吗？他得把你这条送到那儿去吧，然后再打回来吧。哦，哎呀，那我就待一会儿再打。还打？我得打呀，我得看看我那500块钱话费在没在里头啊。行了，妈，你给我来来来，你给我来来，你拿着。妈，你排了一天队了，赶快去歇歇，然后咱们吃饭饭。哈哈，快去快去，妈，待会儿我叫你啊。哎，郭子，过来。你真是你妈的好儿子。你怎么骂人呢你？
什么不过手机也就50，什么500块钱话费呀、啊，什么500块钱？银行卡给我。干嘛？往这里面充500块钱。要不然待会儿妈出来一打，这不露馅了吗？你疯了吧？直接跟妈明说不就得了？你给不给？我去数。哎呀，你别送。不，你干嘛？喂，哎，程友啊，麻烦你，你给我存500块钱话费。对，电话号码你给我快快。喂，13900591741，哎，好，哎，快点啊！你看什么破号591741，我就要气死你！哎，充话费这事儿别跟妈说。我就说。你别说漏了。我就说漏。我求求你了。你求我没用。我给你跪下。你是不就靠我？你咋的了？妈，好多事我不得不告诉你了吗？我有关节炎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那快坐下。哎呀，妈给揉揉啊！啊妈，你一揉就好多了吗？好多了。手机呢？什么手机？妈，在我这儿呢。哎呀，喂。哎呀，快停停！哎呀，花费一人500元。哎呀。怎么什么好事都让您赶上了呢？什么倒霉事全让我赶上了？真的啊，妈呀，给你300块钱。哎呦，妈给你压岁钱，快谢谢妈。谢谢妈。谢啥呀？明天呢，你拿着300块钱呢，也去买一个手机，咱娘俩呀，一人一个，500块钱又搭上了。不是，你别着急。啥呀？搭，不是，你老说不清楚，你大舌头你。妈，他说的搭，他搭上了末班车，跟您学的，又占了500块钱便宜。这什么？是美容卡，又是免费的？当然了，那不是免费的，妈能往上凑吗？哎呀，我领这张美容卡呀，那真是来之不易啊！好几十号人在那领，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。你小老太太，你身体又不好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？哎，你别看妈身体不好啊，我有智力呀！哎呀，我一看这么多人领啊，我就立马掏出10块钱来，我往地下一扔。哎，谁的钱呢？哎呦，我看大伙儿都在找钱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冲到柜台前，我就抢到了这张美容卡。你真是智力超群呢，妈。真行，有什么好处啊？哎，凭这张美容卡呀，能免费做5次皮肤护理，还送一箱洗发水呢。不要了，哎呀，上次的还没用完呢。妈，你给我看看，我看看美容卡。厨房，我那个菜放在锅上呢，都快糊了，你去帮我扒拉扒拉。你自个儿扒拉去。妈，我求你了，我只会吃不会做，妈。哦，你呀，永远长不大。妈去啊。去妈。哎。干嘛呢，郭子？帮妈数出3000块钱，存到卡里。存到卡里，这不是免费的卡吗？哎呀。美容卡诈骗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拿着这个卡进到美容院里，不坑你3000块钱甭想出来啊！赶紧告诉妈，让她别去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跟你说，这3000块钱的事千万别说漏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次我一定说漏。求求你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必须得说清楚，要不然我就是儿子，关节炎又犯了。哎呀妈！我再给揉揉。你老是。哎，你说两句行不行？啊，我说，妈，你怎么总赶上这样大的便宜呢？大便宜啊，大便宜在这儿呢！哎呀，你这张嘴呀，我降糖胶囊啊，专治糖尿病啊，市场价呀、啊、8800，妈买呀、啊、才5800呀。你又没有糖尿病，你买它干嘛呀，妈？你吃什么玩意儿？我吃药啊。你没有病，快吐出来！咽了。哎呀，妈，你再吃坏喽！那哪能啊？只要吃得好啊，我还得坚持吃呢。反正也没什么坏处。您是没什么坏处了，5800，郭总，5800，5800咋的了？心疼了，孩子，这钱呢不让你们掏，妈自个儿兜里有。妈，你的钱也是咱们家的。妈，
要不然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行了，你别说了。我今天必须跟妈说清楚。说清楚。我今天必须要说清楚。你别拦他，你让他说。妈，什么小家电呢、手机呀、美容卡呀，都是骗人的，你上当了。不可能啊，这小家电这不都领回来了？那是我上超市买的。不，这手机我也查了，里边有500块钱话费呀。那是郭子刚给你存的，他还要往美容卡上再存3000块呢。啊？妈。妈。妈，没事吧？妈，你就说吧，说出个好歹来，我跟你没完。妈，妈，你别着急，我能挺。我坐慢去行了吧？我能挺得住，妈，没事啊。妈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是真的。妈，我一直想当个好儿子，我不想告诉你，可是现在没办法了。要不，哎呦，啥动静？吓死我了！啊，肯定是你那倒霉儿媳妇把电饭锅给插上了。我啥也没干，一插这玩意儿就炸了。你人没事吧？你说这帮骗子，给我。妈，你干嘛去？我找他们去啊。你想明白了？啥想明白了？买锅的时候他们说了，坏了呀，管换。哎，妈，你赶紧把妈追回来。你去追，我有关节炎。你，妈。啊，摊上这样的妈真是好幸福啊，妈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几位小品演员的精彩演绎。对，我想现在电视机前一定会有很多小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节目。哎，老杨，你觉得我们俩是不是应该给小朋友们送一份祝福呢？这个我在行，我来啊。哦，哎，亲爱的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！转眼间，小兔子蹦蹦跳跳的拽着老虎的尾巴，给大伙拜年来了。是，小兔子说了，他非常喜欢小朋友，而且还特别喜欢老杨呢。是吗？哪个小兔子这么喜欢我呀？哎，就是这只哦。哦。牛月小朋友，你好啊！你好啊！我非常喜欢你哦。哎，你说这小兔子这么可爱，这谁们家亲戚呢？哟，我给你问问啊。哎。哦，他说他是你们家亲戚啊。哎。他说他是你表哥。我还是你表舅呢，我不属兔的，我不是你们家亲戚。哼！哎呦，大人没大样。哎呦，不理你了。你看你看，你把小兔子给惹生气了吧、人家小兔子说了要给真正的小朋友送祝福，要祝各位小朋友在兔年当中个长高，身体好，学习棒，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笑，少上网，多睡觉、不要像小白兔一样熬成红眼泡。哦，这么说来小兔子还是很有趣的、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带点节目来呀？这个没问题呀，不过呢小兔子有点害羞、他说他要跟小伙伴们一起起来演，喏、他们已经来了。Thank you.
把门打开，大家一起把你等待，大家一起把你等待。小鬼鬼想当头牌，大家的掌声先响起来，响起来。爷爷，你就惯着他吧。好戏还在后头，联欢会开始吧。
里你要懂，改不了骄傲的坏毛病，乖乖一定能成功。妈妈也改了毛病，你的毛病心中。好，大家一起唱起来，跳起来。全体造型，茄子，茄子。谢谢，小兔子们太可爱了，太招人稀罕了。是，接下来呢，又到了脸脸和秘密送祝福的时间了。好，哎，脸脸，这回我们两个送点什么呢？咱们送点亲切的。什么亲切？手机。啊？不是，手机那彩铃啊。为什么说彩铃亲切呢？你想啊，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听不到主人的声音，而是先是彩铃跟你对话。哎，说的对耶。哎，就比如说每次给脸脸打电话的时候哈，脸脸那彩铃啊可好听了，是一个小朋友拜年的声音，也甜甜的呢。是，赶紧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嗡嗡嗡嗡嗡嗡，我是晴朗的小蜜蜂，春节到了，让我带着一年的甜蜜，穿过满天的风雪，来到你家门前，赶快打开窗子吧，接受我一年的祝福，新年快乐，红包拿来。怎么样啊，咱这彩铃霸道吧？但是我这不行，你们千万别鼓掌。秘密的彩铃比我的狠多了，是不是？秘密的彩铃先给你唱歌，唱得可好了呢，你听着啊，我给大家学两句啊。乌苏里江水长悠长，多好听。阿拉赫赫里郎，阿拉赫赫里郎，我手机掉赫里郎，我手机掉赫里了，快点喊我妈呀，给我捞啊。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谁手机铃声是这样的呀？我跟你说，我手机的彩铃哈，哎，是特别好听的歌曲。是是是是，接下来呀，咱们就不卖关子了。接下来为您奉上的是我们彩铃歌曲大串烧，请您欣赏。虽然我们相识的日子还是短暂的，可是我已深深把你来爱了，你的天真和你的纯情已把我吸引了，你就是我梦中美丽的天使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天真善良温柔的女孩，真的希望自己能够配上你，如果你能给我机会让我好好的爱你，真的只想真心真意对你说，我爱你一定爱到花都开了，鸟儿把歌唱，爱到牛郎织女为我们点头，爱到花儿绽放，鸟儿成群把我们环绕，爱到每道彩虹映出你的美，我爱你一定爱到海阔
来永远不后悔，爱到来生来世也会收回。就把这首动听的歌唱给心爱的女孩，真的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去爱你。向前迈，满天空气 Harry Fresh 带，谁甘心只吃萝卜白菜，也想展翅马街耍大牌，那种羞涩真无奈。小白兔门打开，快跟我回到那过去的时代，谢谢，非常好听的歌曲，谢谢各位精彩的演绎。